欢喜嘞。坏的话不用坏。哎呦，可都好点了呗。嗯，好多了。好好好嘞。好嘞，别说好嘞。刚才起来这不是刚刚刚才起来，要比较顺利。嗯，慢接着下来了。我都不能下来了，怎么能下来？对，看你给哭来了下来了。妈，再给你配点水果吃的。不提了，我不吃。配个吧，给妈吃个芒果吧。不吃，俺在家里人家咳嗽，不能吃凉的，俺不吃。哄俺捏回来了，俺洗。啊，你不吃啊？还咳嗽了，别说。你吃吧嘛。不咳嗽了，好点了，别说。嗯，还好俺家不吃，俺家。凉是呗，你能吃这个呗？不能凉是呗？医生不是说不能吃凉的，不能吃甜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嗯。可可可糖还是凉的。啊，可可糖还是凉的。嗯，哎，冻会儿还。人家哦，人家吃，人家不吃。嗯。你快吃饭嘛，他在家里。我也不贴这个，我怕他要吃，每回洗洗下去了给洗洗贴一样。别吃吧，吃吧还有哩。嗯，挺甜儿。嗯。得来劲，你现在办啥事了？我看你不高兴了。啥事也没办，我就是转移了这外了。你说了没打电话也没得哩。没打电话不能来了。我每回打电话听到累了，看你不高兴。哎呀，不高兴把我气的，在家里我都没把我气的，还我都头我疼。我说我开车我来下来开开黑了，黑也不是有点咳嗽劲了，在这开开嘞。你把我叫我着急的，这老在家里。对嘞，吵吵嘞。没吵吵，咱那猪不是，咱那猪又不是说往猪圈下一回来还。嗯。一个是喂猪时候，我说姐，你看这个猪这奶下来了。嗯。那个这个猪这都得改了，你给爸家说，不是把那盆儿挂那盆儿给刮风给磨了，不知道是都得磨了起来，磨了起来我都说家我说咱早点改猪那个产状吧，哎，人家说不嘞，着啥劲改嘞，人家说下不了嘞，你都别改了，人家说那个改产状了不是那个猪头小，喂不到了好伤，我家说吃的都少了，得逐渐吧，到跟俩老开始改吧，一个娃是跟着家，人家说没事别改了，接着他奶奶待在家里。人家给我打电话，人家说你上来把啥，猪下猪圈了又。又下猪圈了。关键是下猪圈了，是黑夜下猪圈了的。他没操心，他在猪场睡那摄像头照猪圈的还是照猪圈，他那不是，一那个啥一进来一没操那，这里没往那设的屏幕看，那都漏我那下水道了，都淹死了。都淹死了，一个是跑门口那儿是冻死了，一个是最后下的外在那猪场那儿。就剩了一个活的，是啊，嗯，哎呀，把咱气的没法，你说咱哪家没败点分儿，你说这咱是，那别生气了，哎，那都是那猪都已经死了，再生气也不顶事了。可不嘞，咱都想，你说你败一回吧，人家你说咱一回咱不长进的呢，咱这回再说栽一个大谷里，咱栽了还得说栽谷里。嗯，他说是忘了，他说想没到手里，哎呀，你也是，你一会儿就再说。唱得特别逗，那又不实心。你不在你养猪里有那个猪场，你当不住死爷了，当不住操不到心了。别生气了，那都已经死了，你再生气也没法了。啊，不是，你爸咱不是说心疼这死这俩小猪，不长记性。哦，咱都讲人家这个人不靠谱，人家一回一回人家不长记性。可不是不靠谱，他都是叫啥大月底儿玩呀，他都讲么，准是还没到手里，他准想，人家想赶上去了，看那个猪上户，上户。再说人家嘞，人家还是挺有理，人家说，这猪这行情真累，死了都是好事，人家说。你不你为吃得了一脚找点麻烦，到时候赔几百块钱还不如累着嘞。人家那是自己安慰自己的，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。到家里我跟奶奶说，我说去城里开点黑药吧，我也没跟奶奶笑，跟奶奶笑跟奶奶也没着急。着急我说管他看，我下来开点黑药，我跟他说，我说我走吧，我去欠欠着拿走了，我也不回来了。我打给他看了，在当给我大姐的电话，我也没接他电话。别生气了。我当时因为啥事，他不是光我知道都下猪圈了多少回，有数啊，他听了，他不听，不管是小的大的，还有是老红本回来掉了那个，哎呀，这老坏猪这老红本也回来都扎一个一个坏一个一人坏一个一人的，
那回娃娃说咱买点龙凤本咱统一把它坏坏嘿。伢挺乖，伢说那叫手绘的，坏了你坏吧。伢不坏，不坏你说对吧？那就说坏了也不担心，坏了你都跑别住家，老汉住别也要。还是他的那啥。还是没家操到的了，哎呀，把我急的我这头疼的，我说我不也不见心不烦，我说我也不在主场给你玩了，我也不看你了。老可我。哎呀，真棒！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。他也不愿意叫猪下猪圈了，也不愿意叫那个猪家淹死了。没操到心儿，要问你了。光喂我了。俺爸都是光是啥都会，光知道走活儿，光走点那个重活，想点那个笨办法。哎，这才没白这份儿啊！别生气了。这种小猪钱，人家五六百块钱一个，人家下别说零下来，你说这不是一个五百，人家好就生个一个猴的，人家下十个。你说你把几千块钱没了，咱不也死于？等个盼人家下猪，领人家这一时大意，这都。哎呀，别生气了。你别回家在这玩吧，我去叠西西了。你去吧。到点儿了。你去叠叠。你给姥姥在家，我去叠叠叠了。啊。哎，可挺会儿。喝水啊！叫一叫，还要喝水。你去换个衣裳啊。好。姥姥用过都不到了。是吗？啊。啊。啊，给咱孩子喝口水。俺用过穿的了。谁知道的？